它就是一个就是很古老的房子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吃早饭的地方，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房间，这边是一个房间，哇，看这家具超老的，历史久远，这一个钟吧就可以按铃之类的，对的，这是个什么，这应该是一个卧室，现在跟着楼梯上来之后，这边都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吧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别人的房间，这是一个房间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房间，哇，我好喜欢这个地方啊，感觉很就是很有一种维多利亚那种风格的古老的房子，哇，看这个钟，我的妈呀，这应该是是好老的，然后我这还有一个阳台，哇，然后有冰箱，还有放冰块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坐在这儿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可以下棋吗？哦，这块不是，还有些书可以看，哇，超好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当当当当当。这个是我们的房间，哇，这好像有一种地窖的感觉，还有一个拱形的门，砖门，然后这个是卫生间，哇，我的妈，超喜欢，很可爱，这儿，这是有一个浴缸，然后看一下这边走过来，这有一个楼梯，下楼梯，这个是我们的床，然后这是电视橱柜，还有两个 chair， 外面就是停车的地方，我们对，我们把车停到后面了。
现在在吃午餐。去，附近的 National Park 逛一下，拜。